大赛的金奖的表演得奖作品哦，国际级的表演。哎，哦，哎，那个结呢？快要把那个结解开了，对。哎，哇，变出个棒，哎，一根棍子跑出来了。哇，好快哦！哎，雨伞哪里来的？好过瘾。白队喜欢变钱，冠拿喜欢变雨伞。都是小手绢而已。哎，三，五，哎，哇，分开了颜色哎。哇，又一只雨伞，一只红棍子，真的很爱雨伞哎，他很厉害，前面已经有三把伞，对啊，四把，在那边还一把，哦，四把了，四把伞，绕一圈呢，哇，哎，这怎么回事呢？对啊，怎么一下就解开了？又一根棍子了，两根三根哦，哇，又有伞，哇，好厉害哦，它变了很多棍子跟伞了，对啊，哇，彩色的，你发觉他们比赛的表演的项目都要比较非常流畅、丰富，而且色彩非常的鲜艳。大的一只旗子啊！它变出什么？哎呦！哎！哎！鸽子又来，又出现了！变出活的动物，好讨喜！对啊，好 surprise！干什么呢？哎哎！哇哎哦！好哦！哇，这个模式好有爆点哦！爆点十足啊！每次都吓到我哎！哇，鸽子最后又不见，鸽子在哪里？鸽子跑到哪里？